有没有一个环节是淘汰创意总监呢？日出追光，这盏灯，这会不会太小了？哎，用这个 pink 哦，可以拉着你行李箱上台。但我行李箱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什么？今天 it's okay， 只是彩排啊。You're great。OK。有问题啊，有问题，这个不能。应该用22米，然后有周边有人拉着， yes. 你就配合他们演就好。OK， 就是谁绕，然后就开始走。OK， 好，就绕多一个再回到那里去，然后让他绕多一个在这里。嗯。超水准发挥。哈哈。他没窗口贴吗？怎么样？怎么样？加油！想做一些就是单人的乐队，就像 Henry 刘宪华 Loop Station， yeah Loop Station， 因为我知道美琪和我说他是肯定是唱跳为主了嘛，因为他是跳舞为主，所以如果他选我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我也觉得如果我们两个舞台呢很相似的话呢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和他这样挑战就是单纯就是跳舞或者唱跳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自信吧，但是还 OK， 因为他我帮你翻译一下、yeah. 他的意思是比美琪那边是用石头砸的话，你不想用石头 yeah， 你就觉得两个雷同了。我们觉得因为 Loop Station 这个 idea， 你会很多乐器是还是很帅的，然后可能歌曲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展现的是，对，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在舞台上表演的那种自信是很有魅力的，你穿粉红的那个是那种感染力，是那种你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就一直想看下去，对，就会很感染人。我也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武器，所以我们建议的是当然 Loop Station 我们一致都我们觉得合理 OK 的，之后还是觉得应该整个表演里面要包含着那个魅力。哦，我其实也认同的，我觉得穿我还是建议哦。Go back to all pink, man. All pink? Yeah. 但是不会是那个同样的衣服。不会，我不知道。但你自己最代表你的。哦，我有一个非常 casual 的。Yeah. 刚有一个也是 Sunny Lucas custom 的。也是全粉，然后 yeah 很多。对，我听说有一个传闻是 Sunny Lucas 不是定制，他不会穿的。No 所有的 Loop Machine 所有都是 pink。可以了吗？为什么不可以啊？OK， cool， yeah， yeah。 OK， 那我就愿意。那我回去，我先敲一下我。你可以大概，因为 sound 或者。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呢，比如说我做就是 loop 鼓的话，用一个真鼓就没什么意思了嘛。就垃圾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然后 percussion 就是打击元素那些就可以用，要么是一个瓶子，对吧？玻璃瓶。然后我吉他我自己带，对吧？我用我自己的，但吉他就不能用粉，因为我没有粉色吉他。我觉得会不会更有意义的是，你现在来你肯定带行李，对吧？你在这里青岛就录制棚里面，就是你用的那个东西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找的。对，就是我就在我行李箱里面。
拿的。And then 你可以拉着你行李箱上台。哦，懂我意思吗？对。哦，这时候就是我来了，我输了，我就会把这个带走。哦，我现在就可以走了。哦，对对对对对，可以。但我行李箱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地方就能够。他的意思是，你要在青岛想一些。哎，用这个 pink 哦，可以拿一个 user。这主要是打出来字，打出来可以。都是声音嘛，你不一定要物体的话，你就算你喝一个，你这个也是一个 sample 啊。啊，如果我喝一杯，又可以帮这个品牌。代言你不用吵，我们聊到什么呀？我们在聊什么？哎，说笑。来，这样子，明后两天把你所有需要的清单，且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的东西 ，OK， 然后给到浩宁老师。好吧。我还有一个事，就是说完就结束了。如果你想不到怎么用观众的声音去放在那里的话。那你直接可能你 loop 的时候，你抽十秒出来，你直接拿现场观众的其中一个鞋过来，就是你可以脱这个鞋给我吗？对，you know， 你直接鞋给我就可以敲了。那会很臭啊。OK， 我懂了。那我待会儿回去想一想。OK， 谢谢老师们。OK， 拜拜。Interstellar， 来先说一下你对于这首歌音乐部分的想法。我想到是三体，还有人类为什么需要踏出地球来到宇宙，而且人类文明在宇宙中为什么会一直存在，就是因为爱。就像我看那个星际穿越那个电影，它其实讲到最后，它讲的其实就是包括三体的主题也是，就是人类它到最后可能宇宙很多东西我们离开地球很多很多年，它最后可能还是有人类这个文明的存在，人类文明存在的延续的关键点我觉得在于爱。我只是有点脑子转不过来，原因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地球宇宙因为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饼有点太大了。对，我舞台上我只有三分钟。对，我觉得人家共鸣的人不是那么多。这是我一直以来我感觉到我很多东西可能哦艺术性什么的什么，我觉得 OK 达到，但是可能某方面很多人 get 不到，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我看你那个。所以我觉得，要慎重。其实想问的就是很明确跟很细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你给我们一个抽象的东西，我们就变成我们很多空间可以去发挥了。但是万一发挥了这个东西，到时候不是你舒服的，或者你演的时候影响你的表现的，就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方式。我想象的画面是音乐跟那个画面大概就是我掉了个威亚飞起来了，然后下面是小孩合唱团在唱，就从等一下掉威亚，对，我觉得掉威亚还是回家掉，用那种鱼线吗？我开玩笑，刚才 OK， 那因为他二宫三宫是不是都是跟我们一宫的那个所有配置一样？那其实他能做到最顶，也就是把我升起来。但我们肯定会利用这个做不同的效果了。He needs subtle in the music。然后就是你那是 you call me， 砰！对，就比如说啪爆个彩蛋，然后我突然消失在舞台上，然后变了个魔术，我穿越就是星际。你有没有在你刚才所有讲的想法当中，有没有哪个是你特别想实现的？我们有个这么样一个想法，我刚刚突然冒出来的，在平行的宇宙里，我进行了这个穿越之后，我从一个懦弱的人。或者说一个胆小的人，在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我其实并不是我，就是那个世界里的我是觉得可以与世界为战的。我觉得我要总结一下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我跟另外一个我的对话，可以这么理解吗？也可以理解，就是平行时空的两个人，都是我。他是表达两个 universe 不一样的自己的状态吗？还是对话？我觉得是状态，就是比如说 Magic Show 之后啪一下，我就是
等于说我穿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中的我自己，但那个我是勇敢的、自信的那种，其实是一个幻想。他跟自己另外的一种对话了，对啊。那就双重人格了。对啊，不是双，不叫双，是不同时空的。对，平行宇宙。或者是你跟未来的自己讲了一个这样的、哦。这个很像那个故事。未来的自己又跟你自己讲。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事情我们要做的核心表达是，你需要跟未来的自己进行一个对话，然后未来的。你可能对现在的你有一些启发，就是说，对对，当然都是在这个歌的这个范畴里。哇，鸡皮疙瘩起来了，好厉害！但这个 idea 你是 OK 的，我 OK， 谢谢，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嘉禾老师，谢谢你，拜拜，垃圾我带走了，拜拜老师们 ，Hello VG，Hello Jack， 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一首比较。抒情流行的歌，但他原曲的风格是偏他想做的一些质感和乐队的感觉，但我想去掉这个东西，我想将这个东西做得更加跟歌词相关。你希望人家看完这个东西第一感觉是什么？我希望他们有一些共鸣吧，但我不知道他的共鸣，他的 story 是什么样的，跟我的共鸣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但是我希望他能从我的表达中能够得到他的理解的故事跟我的故事有一些交流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希望他的记忆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秀完之后他的记忆点一定是声音，只要纯粹跟纯粹跟这是 Hi 所有人 This is my vocal Yes 对好对我们只会准备一盏灯给你耶、yeah, 那出追光那我有在想这盏灯差一下差不多可以了这会不会太小了这只麦一盏灯差不多但可能会蛮好的但是可能但可能就是淘汰定了就定淘汰了就死定了但我也不想死那么绝你知道吧还是希望有一些希望的死掉你说的非常清楚你说的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舞台设计我从上一场一公的舞台就看出来就首先我们一公的舞台有点屌了就那个我跟 Kaylin 那个舞台、哎、有没有他们经常会经历就是他刚才说哦这个最后一次舞台或者什么就是有没有一个环节是淘汰创意总监了好就你会被淘汰吗不是有没有我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这个 story 你不是不说这个故事、嗯、而整个表达执行方式展示方式不是一个 story based yeah 是更直接一点的对 here 对就是这种对而且更 pure 一点对喂他说的很明确了已经啊我也想要个电风扇哎你不是怎么越来越多了你一次性说啊我不是慢哎大家都哎我等了好久嘞我等好久我现在等好久我也希望大家后面的人也等我一下谢谢阿婆对吧因为我感觉啊这个电话因为我喜欢500你知道吗就是你当那个 build up 的那个时候音乐起的时候那电风扇一吹起来你就感觉你希望这个电风扇是在舞台上还是你要电风扇的那个效果风对就是那个风、哦、那个效果然后有一些烟烟又来了烟烟又来了声光电真的很重要好重要这个决定了你死没死你冷静一下是这样的我已经完全理解你想要什么了你想要一个歌手那样的认真的 vocal 的一个舞台是的至于它是风还是烟还是灯还是都要这个交给我们来判断可以他要展示他的 vocal 很直接直接一锤打过去的那种然后其他刚才说的一些烟这所有东西逻辑都是辅助这个他的那个目的的手段对对我不要 dancer没有，我们已经安排了50dancer 给你，从头包围你。你其实在台那所有人以为你在那儿，其实你在台下。那还蛮，其实我有在想，我不要那个，我不要多的那个。
finish. OK. Yeah, finish. 了解了，谢谢。OK， 谢谢各位老师辛苦，谢谢大家辛苦。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怎么？哎。帮你弄。啊，这写的你的名字，然后帮我弄。子豪。Vijay, why is it coming in so late?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改，就是在节目里面表演者上台以后不是我们导师们会跟他讲话吗？嗯，可不可以把那一趴缩短？那我们先唱，就是哪怕只是一两句，不然的话他把他亲戚的名字全都说出来了，因为 type too much， 因为我等会儿一首歌是唱这个的，然后什么已经交代太没有期待感了。老师，明白。Hey， when you up there？ 哦，你在上面的话，你就本来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就别管它会影响到那块布。什么形状啊？你就别管，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吗？好，我只是想看一下。好。太好看。你懂吗？就是我一点都不生难过。那你哭是因为啥？就是太活该了，然后就这么很气自己，我觉得自己很白痴。我觉得就这么。就像我们有一些机械的部分啊。什么？你说你的舞台吗 ？Your set is great。你今天只是状态不好，今天又不用比，你今天不用你想太多。在第二就是，你今天不用比，你保养好你嗓子，你两天后比啊。哎，你不能因为今天哦嗓状态不好就什么，今天 it's okay， 只是彩排啊， you're great。我坐全程坐着，你觉得还 it's great， 这是整个故事 it's great， it's so 很漂亮。我要站起来吗？我觉得你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自然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生气，我不会预估到我等会儿怎么生气，是那个 moment 我感受到就直接让它出来吧，好吗？对 ，just be natural， 你很好啊。没有，我不是在淡，我是在生气。我昨天晚上不知道今天那么早就很不爽，我就在想，然后就把嗓子给叫哑了，就有点白痴。那你就今天跟明天休息了，好吧？好，谢谢。那个 feeling 不错。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伤重。那个布问题啊，有问题，这个不能这样。不够烟，不够烟。应该用22米，然后是周边有人拉着。Yes.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意思就是这个也得有人拉。所以他没人拉，也得用道具什么方式给他固定起来。你就叫 dancer 们去拉不就好了吗？你叫 dancer 们去拉。第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灯光就是我想掩盖一下它这个布的材质啊。明白。嗯。
编排的海浪 like cannot do 叉叉叉叉叉叉叉，这样太像人了。 OK OK、yeah. 这三样东西再加最后一个就是 crazy smoke。 OK 嗯，好了，佳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就是怎么样进入，就是这首歌的应该向观众传达什么情绪，我怎么样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如果你要表达人格分裂，我觉得首先我们不能想的太多，第一，不能想多，第二就是你整首歌里面的起伏跟前后一定要有差别，唱上面和表演上面，对，你演出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是淡定的，或者你之后是嗨的，然后再回来的，或者你是反过来，反正这个来来回回一定要切得很明显。对，明白。我哪怕我就是乱说，你上台了以后，所有这些 dancer 穿越过来，或者其实他们都是一群野兽的感觉，那时候你就可能被他们打击，然后看着他们发生什么，然后你就整个情绪就来了。你也可以用那个去切入。可以。就包括我进入那个舞蹈，其实我就在想，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换了一个人格，就突然疯掉。对。然后完了之后，啪的嘣嘣，然后突然他又变成一个圣光一样的东西。但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动作就要做大一点。因为你动作越做的小的话，你的反差不够，那个 dynamic 你的立体感就变小了。那人家其实我在下面看不太到那个反差。我跟你说一下，你上台的瞬间，他们会像那种野兽跟狼一样在你身边这样唰唰唰唰穿过。你就别管他们了，因为他们会找空间去钻的。好，你就配合他们演就好了。OK， 就是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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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然后就开始。OK， 好，说的。我们一个个人来抓吧，这样的话很快很多。你第一波人上来的是谁啊？他还有啊，这一个对吧 ？OK OK。你也跟他们说一下，就是做完教完东西了以后，因为你们知道那个 choreo 是什么时候进吗？那个时间大家都知道吗？那进之前你就教完东西别就尴尬的站着了。就一直就是找东西做，找东西做，找东西做，不要在你结尾的那个点，你最后那个 moment 才进你结尾的那个点做东西，你懂我意思？不要闲着，你让他绕多一个再回来可以吗？就绕多一个再回到那里去，然后让他绕多一个在这里，他可以做慢一点没关系。谢谢，辛苦。来，我们迅速啊，快到去，快点啊 ！Hey Jared, can you hear me? 哎，姐，听到。哎，听说你们昨天彩排到三四点是吗？还好了。还好、哦，那你熬了个大夜，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帅气呢？太感谢了，姐，太安慰我了。嘉尔是不是很帅？好幸福哦！哎 ，good luck，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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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就彩排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别紧张，我们义工都做过了，对吧？
let's go kill it. 挑战者奥斯卡 Interstellar 舞台开启。Now everybody has to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我觉得状态比之前好。超水准发挥。就趁他们不在的时候，自己偷偷讲几些小话。哦，可以啊。其实我刚刚觉得黄玉博的表演，我跟你们现场的朋友，我们等会儿如果我要在现场看的话，我直接就坐在导师下面楼梯那里面。请对战歌手包威尔、张玉子登上舞台。张玉子的脚划伤了，处理一下。哎，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没创口贴吗？怎么样？怎么样？先跳没什么，固定好了对不对？先跳了。你那个跳完下去拆掉这边，是谢谢。小心小心，你要坐着休息会儿。别捂着。试一下，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没事。谢谢。跳完之后要把它拆开。你说他脚吗？好看的舞台还是上次。对对对，我觉得真的今天不，但没办法。哎，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他有底的。说他还是，就还是顶在那儿。对你是99分还是你是95分？你还是最后一次歌唱。如果是这个样子，你会拼尽全力在这个舞台上。但是刚刚让我看到你的表演，每个人都是啊，因为比如说你的舞台突然之间变化，你的舞台就是在工作上，这不是艺人必备的技能，是每个人都必备的技能。给我听一下他们在说什么。其实威尔，你也是，你要清空你脑袋里的杂讯。下一次给我一个吧，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想说的，比如音乐方面啊，各方面的。现场的，我这样对我来说也方便一点，不然的话每次都是传达信息，然后在微信里面发的话，不是那么有效果。这都是复活王，谢谢 ，Thank you。我们突然就想到你吃的东西，像包子，你就三分钟看中主席，作为冠舞台开启。美琪这次这个舞蹈动作，那个中间那个怪物的动作，你可以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吗？哇！深深你会不会？就是他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先说。那你说还挺差气的。最后定的是你没有那个 fabric。没有最后一句。No, 没有 fabric。OK。你就坐在那就好了。OK。你们的话就不说了。就为你们的文化。Just go for it。OK。好吗？谢谢好吗？
你还好吗？哇，这个我好多了，哥。这边，对，好多了。OK， 嗯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我觉得他也肯定能成功，我是他的粉丝，他很真，然后他很纯粹。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看自己品味是什么，就是自己喜欢的风格，自己的菜是哪个品味嘛，叫自己的 taste， 自己的喜好，只自己的喜好去定。我的喜好是 VG。所以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个结果，到底谁能够上我们的红星榜单呢？三二一，恭喜 VG！ 这还不是结果，可以的，可以的。So proud。可以的。那你还好吗？怎么了？突然之间，我在换气，然后我往后一踩，结果就踩空了。Yeah， 然后就没受伤，没受伤，没受伤。OK。VG。对战结果公布。守护者 VG 徐若桥。嘉尔，你现在是在练你演唱会的舞吗？怎么又没注意到，对不对？投射到大屏幕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嘛，你是不是在练你的演唱会啊，还是什么的？练舞蹈。嘉尔的意思，剪成预告片呢？剪成预告片，我们帮你剪成预告片。我们会帮你剪成预告片哦。你说这个也不知道自己了。哎，我的表演真的来了。Let's go， Let's go， Let's go。OK。我觉得你就不能再动了，我要不是要这样做。没事儿。舞台开启。每次这个灯光是最漂亮的。油橙光，哎呀！好，想看一下现场是什么？这样，你拿来背一遍。不在云端。摆 pose， 完全不是。我这边就特别想搞一个那个摄影，然后你刚才那个腾讯独家，对，腾讯应该出一个杂志。为什么腾讯不出杂志？没有，腾讯没有杂志，应该有一个杂志，让我做主编吧。你刚才做动作特别像在摆 pose， 完全不是，应该在摆一摆。我觉得你才像在摆 pose 呢，你这样。你喜欢哪个？现在直接说吧。今天的表现你喜欢哪个？我喜欢他。不要老是跟着我的。没有跟着你，就是这个。才跟我说你喜欢李天泽，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说那个稳定发挥，他更个性，我喜欢个性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对，唱片歌这样就变成我喜欢你，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你这个风格只有你能做。我喜欢的歌手是这样的。Yeah。Oh!
开箱优酸乳，扫整箱内二维码，前往优酸乳小程序 get 活动规则，百分百中奖，最高36克黄金水果等你开出来。感谢微博，上微博进入舞台2023话题页，推荐你喜爱的舞台，助力舞台歌手进阶报告成长。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腾讯新闻、腾讯娱乐、新浪新闻、界面新闻网、新闻咖啡新闻、知乎有道字典、娱乐圈咖啡、五幺站、前进娱乐 App、北京网娱乐、新浪网娱乐、中新网娱乐、水果汤泉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腾讯视频第一版极光频道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用腾讯极光盒子打开逐梦音乐之旅，点击播放框下面的讨论区，预测今年结果，向舞台歌手许愿，太多惊喜等你解锁。舞台2023时光日记上线了，随舞台公测更新加料而已，随意键解锁练习试直拍、歌手清单 vlog、 导向整合实录、台前幕后对谈等权益。腾讯视频上线真乐音效功能，打开腾讯视频 APP 观看舞台2023，立刻开启入耳入心、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